课。好，我现在热身一下吧。父母之爱。父母之爱。课文。课文。父母之爱。父母之爱。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家庭父母感情和睦，很少吵架。吵架他们对我态度和蔼，说话和气，目光中都充满着慈祥。充满了慈祥。他们和我身边所有父母一样，给我很多宠爱。我也和身边所有的孩子一样，在跨进大学校门之前，从没有离开过家。独立自主的能力就更甭提了。脱离父母，独立生活对我具有巨大的诱惑，让我无比向往。几年以后，我终于在别的城市上了大学，第一次离开家，心里的孤独感一下子跑了出来。记得刚开学的时候，宿舍里的同学一给家里打电话就哭鼻子。每到节假日，大家更是片刻不停地往家赶。有同学回趟家要坐一夜的火车，这也阻挡不了大家回家的步伐。回家的快乐和被亲情包围的幸福感染了我。我也恨不得马上飞到父母跟前与他们团圆。假期终于要到了，我给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准备回家。母亲却说，近来他们比较忙，要没什么事就甭回来了，在学校看看书或找份兼职做做。母亲的话是我酝酿已久的恋家情绪刹那间就没有了。我无法理解父母的反常，心中暗暗埋怨父母不体谅我。无精打采了几天之后，我不得不开始规划怎样熬过漫长的假期。假期的校园寂静得很，我在图书馆看书，给杂志社写稿件，发现在难得的寂静中工作是那么美好。大学三年级，我回了趟家，母亲第一眼看到我时，脸上满是心疼。但瞬间那情绪就被他掩饰起来，我心中飞快地闪过一丝疑惑，他们在隐瞒什么呢？那晚我躺下怎么也睡不着，半夜听到母亲还在跟父亲唠叨，孩子比在家时瘦多了，肯定是吃苦了。可他的变化还是挺让咱们欣慰的。接着是父亲的声音，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不吃苦怎么长本事，社会不需要只会享福的人。我悄悄走出卧室，看到灯光下父母不舍的目光，头上新增的白发和眼角越来越深的皱纹，顿时什么都明白了，不由得热泪盈眶。好的，好的，我再看一下这个《红楼梦》的双眼，有带着一簇无望的悲，做好了有辨识的狰狞和狠浪，这是本质。金串死了，晴雯也逃不过命，鸳鸯都逃不过，何况他人？人家贾母、王夫人可是大家公认的慈善之人，贾府的所有堕落不堪。他都是在尽量掩饰的，只有傻子交大才能掀起他的遮羞布。瞧见破败的春光，其实这也只是表现，这也只是表现，只是纨绔子弟们的堕落淫荡，奢靡沉醉的垮掉症状，脑子里弟们的堕落淫荡。只是让奢靡，这也只是表象，只是纨绔子弟们的多王。嗯，什么？只是纨绔子弟们呢？啊，的春光，其实这也只是表象，只是纨绔子弟们的多，只是纨绔子弟们的堕落淫荡，淫荡。OK。对了，那我就写出来了。淫荡、堕落，就是纨绔子弟们的，是
多落，好像不是。OK，下一个是淫荡，淫荡，淫荡，淫荡。奢靡，这也只是表象，只是纨绔子弟们的堕落淫堕落，淫荡奢靡成。奢靡，奢靡，对，沉醉的垮。沉醉，沉。对，沉醉的垮掉症状，纨绔子弟们的堕落淫荡奢靡成。奢靡是什么意思？我查一下，奢靡。奢靡，沉醉的垮掉，沉醉的垮掉症垮状，掉症状，脑子里脑的子里的病病。才是根结。它是更节，更节，才是更节，没有祖先，没创有业祖艰难，先，没有祖先创安造，时的精气神，艰难时的进，能计算和根结，没有祖先，创业艰难，重要，安艰时的难精时气的神精计。气神。经济神，算和计算周全和的周全的谋划，谋划，只知享受岁月。放大生意，脑脑子子里里的的病病才才是是根结，根结，没有祖没有先祖创业先艰创难业时艰难的吃的吃精的气精气神，神，计算和计算周和周全全的谋划，谋划。只知享受只知享受岁月静岁月好，静并好，逐渐堕并落，逐渐堕落，直至病入膏直肓，至病入，而观受岁月静好，并逐渐堕落，直至病入膏肓。而膏关肓，键的是，政治上已然跟不上节奏，正膏肓。膏而肓，关键的是，关键的政是治上政治已上然已然跟跟不不上上节奏，节奏，政治政治思思维维和谋和划一穷谋划一穷二。二白，一穷二白，一穷二白，拿不出面拿不出对面拨对云诡谲布的政治风政云治风屹立云不倒的一步步策的略和办法，策略和因办为法，早已退化早已退为化，只知只享知受享受和内斗的内斗的废物。废物。内囊耗尽，内闹。也并不只知享受和内和斗的内囊废的物。废，内斗的，早已退化早已为退只化，知为只知享受享受和和内内斗的斗的废物。废物，内囊耗内脑耗，尽，也并内，你好好，内耗，呜。第并二个字只是什知么？享受和内斗的废物，内囊耗尽，内挠，好哦，内挠。重新写一遍内挠，内挠。我不知道，哼。那我就记下来吧，做个笔记吧，做个笔记，发给别人的。先暂停视频吧。我知道是内囊享，OK，受和内斗的废物，废物，内囊耗尽，内囊耗尽，也并不可也怕；并不可怕，作风淫作风，乱也并无，内囊内耗囊尽耗也并尽不也可并怕；不可怕，作风作淫乱风。也淫乱，作风，是淫乱，
作风淫乱啊，作风淫乱也并非不可救。亡羊补牢及怕，作风淫乱也并非不可救。可救，亡羊补牢。亡羊及时止损，及时止一切也并非不可救。亡羊补牢，及时止损啊，及时止一切乱也并非不可救。亡羊补牢，及时止损，一切一切都来得及，只是立身处立身处事的政治素质是需要长期熏染。只是立身处世的政治素质是需要长期熏染、修养和锤炼。熏染练的，所以身素质是需要长期熏染、修养和锤炼的。锤炼的，修养和锤炼的。所以身处舒适圈的家父子孙以家父子。自选无药，以无药不可救。红楼所表达的理念和精神理想是人类应该有的样子，不虚伪，积心充，不虚伪，积心重，哦，重，哦，不是。积心，哦，积心重重，哦，不进去，不确定。精神理想是人类应该有的样子，不虚伪，积心重重，而要真诚，只乎理，只乎理，发，只乎理，只乎理，发乎情，单纯的情，发乎情。Okay, 有的情单纯的情酒根基不稳了，更根基不稳了，何况只乎理发乎情，只乎理单纯的情酒根基不稳了，根基不稳了，更何况情的本情况质特点属性千差万别。西厢的情，牡丹亭的痴，牡丹亭的是没有多少爱情的层次，和深沉的深沉，我看一下。深沉的，只是青春的一种自然勃发，而缺乏真情的交流，知己的倾诉，情总是和利益纠缠连接，春风得意，春风之欢和情总是和利益纠缠连接，纠缠连接。春风得意之欢和落魄时的寒凉有利益纠缠连接，春风得意之欢和落魄时的寒落魄时的寒。不是寒凉，寒凉利益纠缠连接，春风得意之欢和落魄时的寒凉有不知情的等寒凉，对，
又他即边锋得意之患和落魄时的寒凉，又不知情的等差级别为何？有不知情的等差级和之患和落魄时的寒凉，又不知情的等差级，有又不知情的级别为何？级别为何？比较对情的对情的伤害更多，更多是被人当了枪，当了抢食。礼教。是礼教，就是再完美也可以被心，也可以被坏之人化为杀人利，为杀人利器。情的真挚深的真挚，心坏之人化为杀人利器。情的真挚深，真挚深，真挚深，情的真挚深，深沉，政治深沉，对，深沉始终如一，始终如一，哦，始终如一，那才是情的真谛，真谛。《红楼梦》是触及灵魂和人性深层 的，不要把表层的文字做泛泛理解，泛泛理解吗？是的，应该是那个缺乏的缺，不是？啊？而和人性深层的，不要把表层的文字做泛泛理解，泛泛理解，对，泛泛理解，找到了，而要结合，而要结合上下文和文本氛围环境的描述，描述。宝钗因元春因元赠礼，总远着宝，总远就宝玉文本这样写 了，事实呢却是找宝玉更勤了，这种写法比比皆是，尤其对却是找宝玉更勤了，这种写法比比皆是，尤其对心有，尤其对心口不一的不一，心口不不一的血家，血家，薛姨妈和水浒翁婆一样的存在，小事聪明，性聪明，大事糊涂，大事从长远，从长远之计，儿子的远景谋划和教育，则形同白痴，同白痴，这是生活中常见的母亲，宝黛爱情，爱情几乎是贾府公家府公的秘密。开的秘密，贾母为此和王夫人及王夫人及薛姨妈的角逐都贯穿了整个文本。母为此和王夫人及薛姨妈的角逐都贯穿了整个文本。整个文本，薛姨妈若作媒，诺作本来是顺水人情，顺水人情，顺水。人性，如同他和家母平常的言笑一言笑一样简单，他却左顾而言他。他和家母平常的言笑一样简单，一样简单，言笑，言笑一样简单，他却左顾而左。而言他，盖因金玉良缘的私心作怪，
曹雪芹的心酸泪，心酸泪和读者的泪总有些不同。有些不同，红楼的理念和精神理想就是追求人应该有的样子。可惜呢，研究考证者丢掉了这些灵魂，而去舍本求。研究考证者丢掉了这些灵魂，而去舍本求末。舍本求末，舍本，而去舍本落末，舍本秋末，秋末，找到了。寻求什么皇家秘闻，官宦家事。舍本求末，寻求什么皇家秘闻，官宦家事。官宦家事。家事。家事。文化探究也探究也好，政治探究也罢，没有对灵魂的深、文化探究也好，政治探究也罢，没有对灵魂的深悟，最后的结果也好，政治探究也罢，没有对灵魂的深悟，最后的结果，也只是对表层社会形态的复原。好的，打了5分钟，好的，学的挺多，觉得今天这样啊，就可以啊，不是，还有，等一下，好的，那这个电池还是电视剧，对，上次就看到它上这里吧 ，OK， 还有7分钟，啊，求善。繁体字看不懂。钗与帘内，待时飞。好啊，余存兄真是报。报复不浅呐，报复不浅。还要真对，还要写。好啊，余存兄真是报复不浅呐。报复不浅啊，真飞。好啊。余村兄真是饱腹不浅啊，饱腹不浅，不浅，饱腹不浅是报复不浅呐，甄老先生，甄老先生。晚上不过偶饮前人，怎敢狂？怎敢狂？晚上不过偶饮前人之句，怎敢狂诞至此？狂诞至此，狂干。真是狂。这是什么字？是不是蛋？不是，应该是怎敢狂？查一下，言字旁 ，OK， 传蛋对，狂蛋，对，是蛋。好的。老先生何姓到此啊？今天是中秋，俗称团圆节。雨村兄吕记僧房，雨记唱不团圆节。
雨村兄屡寄僧房，他僧房。嗯，党部无寂寥之感吧，寂寥之感吧。寂寥，哦，寂寥，寂寥感。嗯，何幸到此啊！哦，今天是中秋，今天是中秋，俗称团圆节。团圆节，雨村兄屡寄僧房，倘不无寂寥之感吧？寂寥之感吧。弟当陪兄，弟当陪兄，小酌几杯，小酒几杯，请，请，嗯，请，请。还有三分钟，请，请。来来来，余先生，余先生，请啊，请啊。嗯，逢此良辰，雨村兄，雨村兄，必有好诗啊，好诗啊。嗯，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互忆然。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季仰头看。好诗！好了，今天这样就可以了。